你拄只想些看，我同你的情绪，这些情绪，拢是我这阵仔的心情。我是惊，会惊了，所以我一直拢无传互你，即摆你拢看到啊，你敢会感觉怎样？ 我就是希望你困扰，因为你困扰，才表示讲你头壳内底想的拢是我。我拢把我的心声坦白甲你讲啊，你无甲我骂，嘛无甲我赶走，啊是不是表示讲你嘛有淡薄期待，会通搞到我？ 我只是顺路过来看一下，我无其他的想法了。你发过来，拄食伫卫生所，我面膜我就看到你挂起，为虾米即摆拢不？那有，你看唔着去啦？ 骗我！你明明有对我有感情，啊！若无你就会产生即马呢，乌鸦也暗探掉你的心情。我来给你探掉，跟你讲我的心情，你敢会当互我听到？我都无想要你因为顾着我的心情，才安尼做吧。我顾着你的心情，有啥物唔对？ 我讲你的心情有啥唔对？我听我的话讲先。对，我无想要让你困扰，我是要让你为难啊。咱甲话讲互清楚好不好？对，你讲话拢对。对你，我有感觉，我嘛知影你对我足好的，啊，不过我一世人都无可能甲弟弟放下。 我嘛无希望你因为跟我做伙，就勉强你爱接受弟弟啊！我无勉强啊！之前阮前姐夫找你去讲弟弟的代志，讲完了后你就一直咧想骗我，你讲你临时甲义诊取消，然后你人都无消无息啊！大姐，我知影。 你误会我，弟弟是个囡仔，是你一部分。我介意，我真介意你看到弟弟那温暖的笑容，所以弟弟也对伊不是太有问题。你敢确定，不是因为对我一时动情，才误会你对我有感情？刚刚说的是你冷血了。 唔免无欢喜啊！虽然落雨天会烦，感觉郁卒郁卒啦，啊，不过雨总是会停嘛。路搁较安怎长，只要认真行，总是会行完的。这是我甲你讲过的话，你敢还阁会记哩？你讲了真对啦，也唔过我已经唔知影，这条路继续行下去，到最后会变是甚么款啦？ 免想这个问题啦，因为以后会变作什么款，咱拢唔知影。只要你知影未来的路，你我。
那种高啊？你夜店报道，你无看到，我要去了解伊个状况啦。你即马就创落去，嘛无法度甲伊斗相共声。陈丁啊，你敢有说安尼对待伊？是闯红灯，我甲班是咧甲提醒的。那你就无需要啊！超工开这么紧，该吓惊着啊！对，我就是超工的，我嘛真讨厌我家己安尼。啊，不过我无想要再看到你关心伊啊，所以你想好观音甲伊分手，以后这个代志就袂再发生了。啊，我就想讲，今年较寒，日头落山了后。常常暗时啊，拢剩十一二度，围巾挂咧，较袂寒着。嗯，真是阿伯。是啊，爸看起来哦，足精神的。阿天安讲，也是袂歹。我嘛有替阿姆准备一条哦，安尼恁两个人就会当挂围巾，做去散步啊。我讲啊，这毋是你真正的原因对吧？你想讲？用这围巾哪围条嘞？你阿母就看袂到我阿妈棍顶头的伤痕，安尼就袂让伊想到我想袂开的代志，让伊更加心内艰苦，对不？亚婷，你的温柔甲体贴，比这条围巾佫较温暖。你看亚婷安尼，为着恁家的代志做个，你看到？你敢袂感觉唔甘？会啊！安尼你就要有责任，好好对待伊。另外一个查某囡仔，代志处理了安怎？爸，你放心啦，我会找一个时间哦，去甲伊找学堂。今仔日，阿母将这条牌链要送给你，祝福的话有一句实的，嘛有一句多谢。今仔日我要代替建明，把你这个媳妇定落来。嗯，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你同意我跟建明继续行落去啊？多谢阿母，你遐的话我听到心内真正足欢喜的。啊，不过这条破链哦，是恁爸爸给你的心意，这我袂当收啦，伤贵重啊。阿母，啊，不过你的心意我收到啊。建明，啊，我菜地还创啥？无紧甲破链替亚婷挂起来。好。阿母，多谢你。你这是上尾摆叫我阿母，后摆爱叫我妈妈哦。